啊，所以不能放下了，是我们严重的障碍啊！显首大师《修华严奥旨》《望境还原观》里面讲的四德，第一个随缘妙用。 我们没学到啊！这是菩萨第一德啊！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，妙就妙在此地啊！随缘是恒顺众生，自己没有意见，什么都好，欢欢喜喜。 啊，与一切众生结欢喜缘呢，欢欢喜喜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叫妙用啊！啊，有我的意见，有我的看法就不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凡夫。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通通有了凡夫。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没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了。阿罗汉是什么境界？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从六道里面醒过来了，不再干六道轮回的事了。 所以佛教给我们放下，不能完全放下，不能立刻放下，一定要懂得慢慢来，先把执着放下。为什么？对你求生净土大有帮助啊！ 执着不能完全放下，执着轻了，执着淡薄了，你往生同居土就有把握了，就不错了。欧耶大师说，他就很满意了，能到极乐世界了，取得往生的资格。 就是决定不过分，决定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这个人做阿鼻地狱的业，我们去劝他，他接受了，阿弥陀佛。 他要不接受呢？阿弥陀佛也好，那不接受他堕地狱没错，他不堕地狱，他回不了头来。堕地狱是消他的罪业，罪业消掉了，他就从地狱出来了。 遇到佛法，他阿赖耶的菩提种子就发芽了。他必须通过地狱那个关，他才能出得来。所以好事不要执着，也不要求惋惜。为什么呢？你起心动念不好，不起心不动念。 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是好事。烦恼习气淡好，烦恼习气太浓了，这一生不能往生。所以修行在哪里修啊？在日常生活当中修，在工作里面修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处修啊。
叫真修行啊。啊，真成就啊。啊，这是帮助众生利大苦得大乐。啊，真的说得大利益了。宝积经说的好啊。啊，诸佛如来。正真正确所行之道，故成名为大乘。啊，那么诸佛如来正确所行之道是什么？就是戒定慧。在本经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我们遇到事情起心动念了怎么办？为什么会起心呢？习气吗？自然就起心动念吗？古大德教导我们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，念起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头起来了，不怕念起，念是你无时无明习气，你这个念头不起，你不就成佛了吗？你就不是凡人了。在六道里头，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？哪有不分别执着的道理啊，所以这是正常现象。重要的呢是觉，觉什么？就是回头。啊，一回头啊就觉悟了。净宗的回头就是这一句佛号。啊，念头才起，立刻阿弥陀佛。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念头化掉了，所以第一念是妄念，第二念是阿弥陀佛，让你的妄念不继续啊，要让你的正念继续不断啊，正念是念佛了。你想想看，你念其他的，你造轮回业，善念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，恶念是三途苦报啊！你把念头一转，阿弥陀佛，不造轮回业了，所造的是净业，果报在极乐世界。要常常想起来，要常常能用得上，你就真的受用啊！这句话你知道用不上啊，常常忘记，那问题严重了。这就是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。啊，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
发菩提心，警觉心就是菩提心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一个愿心是求生净土。就是诸佛所行之道，诸大乘者即常住于如上大乘法中之人啊，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是常啊，要常住啊，一天24个小时，你有多少时间住在佛号上？有多少时间住在杂念上、妄想上？你去对比一下，你就知道我这样下去能不能往生。不要问别人，别人跟你讲的是假话。问自己真实啊。啊，如果我们的正念超过妄念，是好事情，不一定能往生。啊，从前李老师时时提醒我们，一天24个小时，你能够每天念佛10个小时，不错了，你还有14个小时在妄念上，你有把握往生吗？真的没把握。只可以说你在净宗法门里头结了善缘啊，你不一定能往生。而往生真正的条件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叫心净则佛土净，这是真正条件啊！你每天念一句两句都没关系。你都决定得生，为什么？心清净，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你用真心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是用佛心在生活，你用佛心在工作，用佛心待人接物啊。虽然没有念阿弥陀佛了，你那个心时时刻刻跟佛相应，啊，佛的心念一切苦难众生，你也是天天念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念苦难众生这个心你没有洗掉。啊，这样的人就是经上常讲的一念神念呢都决定往生啊，临终是一念神念，平常也是一念神念啊，念念跟佛相应，他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确实没有其他夹杂啊，那么这样的人，后头这四句话说得好，当知是人，绝非凡小。这个人，他决定不是凡夫，不是小乘，
虽是肉身呢，也名菩萨了。啊，你看那个样子，他是凡人呐，但他真的是菩萨。啊，他起心动念，所思所作的，跟佛菩萨没有两样。诸大乘者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一段呢，清净心。啊，我们看清净心。清净心，无依无垢，净心之心也。头一个没有疑惑，第二个没有染污，这是净心之心。没有疑惑是智慧，没有染污是福德。中阿含经四十一愿，清净心，净土引怒痴，成就于三年。引是贪，怒是嗔，痴是愚痴。因为经中的句子它一句五个字整整齐齐啊，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贪嗔痴后面还有两个字慢疑脱失脱离，净是干干净净，把它都断净了，连根都拔掉了。啊，贪嗔痴成为三毒，加上慢跟疑，五毒。啊，经大乘经上常讲三毒啊，实际上后头还有两个附带的，没有说我们也要知道啊，都要把它包含进去。啊，这个五样东西地狱五条根啊，啊，佛在经上讲啊，贪嗔痴慢疑，地狱五条根，只要有一条，你就堕地狱了。五条通通去除，那是什么地狱？那叫无。无间地狱，苦不堪言。啊，唐太宗经历的地狱就是无间地狱。
啊，这五样东西害得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受苦受难，愚痴颠倒，这冤冤相报。啊，你要是冷静去观察了，太可怕了。要不是佛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救？啊，什么时候知道要把这个东西放下？啊，今天灾难太多了，有同学在网络、在新闻把这些题目汇集起来告诉我，三月、四月、五月这三个月，全世界地震、海啸、火山爆发，啊，还有人祸，啊，单单是新闻的标题有200多个啊，三个月啊，200多起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啊，你要是很冷静去观察，它真正的起因就这五个字。贪嗔痴慢疑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贪婪所感到的是水灾啊，江河泛滥啊，海水上升，都是这个所感的感应吗？啊，众生心有所感，环境它就有对应啊，山河大地它就有应，成会火灾呀，啊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干旱都是属于火灾。啊，尘秽惹的祸啊。啊，愚痴所感应的是风灾。啊，我们听说美国龙卷风有几百次，史无前例啊，从来没听说过啊，啊，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啊，飓风、台风都是愚痴所感。啊，傲慢啊，功高傲慢所感的是地震地震带来的海啸啊，尤其可怕的是海底的大地震，啊，那个海啸
破坏的力量非常强大，几秒的钟里面，一个农村一个都市就没有了。怀疑更可怕，怀疑是什么？信心失掉了。今天社会有许多人说信心危机，应该是各种危机里面最严重的信心危机。现在人真可怜，连自己都不相信。他能相信谁？不相信父母，不相信师长，不相信祖宗，不相信圣贤，当然佛菩萨就更不必说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世界他已经失掉一切信心，对什么都怀疑。怀疑所感的是大地松散不坚固了，山会倒下来，会有土石流，会有走山，大地会陷到海底，都是怀疑，疑惑的反应这一些灾难是贪嗔痴慢疑所感召的，不是自然灾害。自然注意点，记住，自然绝对没有灾害自然是一切美好的圆满。圣贤之道没有别的，就是随顺自然。那个所谓感得的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消灾免难。随顺自然就是这样的，破坏自然麻烦就来了。所以一切灾难无不是心行不善之所召感。对我们个人来讲，这五样东西是带给我们疾病的根源。贪嗔痴慢疑都是我们得病的病因，真正的第一个因素。无论得什么病，与这个肯定有关系。所以能够把这五样东西统统摆脱掉，全都放下掉，你的身心健康，你不会有病痛，你所居住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少灾少难纵然有灾难也不太严重不会造成重大伤害。所以佛教我们两句话，勤修戒定慧，
熄灭贪嗔痴。啊，这两句话你要真听懂了，真正依教奉行了，确实能够自度度他。啊，保住自己这一生的智慧福德。也能够帮助你的周边，啊，你居住这个范围，消灾免难了，不能不重视啊。下头一句，成就于三年。三明跟六种神通有连带的关系啊，六通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成为三明啊，称三明呢是化身菩萨以上，第一个叫天眼明，我们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的天人，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听，换一句话说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是六通啊，你是三明啊。能不能相信呢？能。为什么？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四十八愿第二十愿里头说过，阿弥陀佛讲的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阿惟越智菩萨有三明，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到了，啊，你得到这个天眼。这是普通菩萨都没有的啊！你能够对于变法界虚空界，你能看透了啊！你有这样的能力啊！第二个虚命，六通里面叫虚命通。这个地方叫虚命明，也就是从无世界以来，生生世世无量劫，你全清楚了，不是知道过去一世二世啊，啊，三十世五十世啊。啊，能够知道过去无量劫，通通清楚了。啊，第三个叫漏尽。啊，在二乘，全教菩萨叫漏尽通，此地叫漏尽明，漏是什么？烦恼。烦恼习气通通断干净了，一点都没有了。啊，虽然说的这三样，那我们就连到就会想到天眼天耳。他心神足，样样都圆满了。
这六种能力恢复，这六种能力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，而是我们迷失自信之后啊，失去了这能力，失去了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可不得了啊！啊，我们看到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六种神通都非常羡慕啊，他们六种神通不圆满。啊，你像阿罗汉啊，阿罗汉的须弥通只能知道五百识啊，过去五百识他知道啊，五百识在之前呢他也不知道了啊，三明就不一样了，一直到五十劫他全知道啊，他的这个能力，这算是德能，智慧德能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。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，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，在极乐世界看到。啊，烦恼断尽，无时无明烦恼断尽，这个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其如大般涅槃啊，也就是一般世俗讲成佛了啊，是这样的境界。三明还有一个说法，也是大乘教里说的，第一种叫菩萨明，意思指的是般若啊，菩萨明，菩萨成就般若智慧，般若是自性的本具的啊，必须破无明，般若智慧啊才能现前，所谓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般若明啊，菩萨成佛了，生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。第二种呢，诸佛名，诸佛名讲的是天眼，就跟前面三名里面第一个天眼啊，对于变法界虚空界，他所看到的就像在面前一样，没有一丝毫障碍啊，经里头的比喻啊，说菩萨的天，佛的天眼观遍法界虚空界，就像观手中的阿摩罗果一样，看得那么清楚，那么透彻。第三个无明明，就是前面三明的这个漏尽明一个意思啊，无明明，无明明，它真正的内容是知道遍法界虚空界，毕竟空寂一无所有
所有一切现象皆是幻象。啊，就像大般若经上所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菩萨啊，佛看清楚了。啊，这两句话连在一起，这个因跟果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。啊，我们今天的三明六通失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贪嗔痴慢疑。你这个能力失掉了。如果你能把贪嗔痴慢疑放下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。啊，所以五毒是障碍我们的自信的三明六通，障碍了。障碍去掉之后啊，我们的三明六通啊，马上就恢复了。如是清净心，功德难思啊，功是功用，就是它的作用。啊，清净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般若智慧，自性里本具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所以前面我们讲过，真正相信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你会得三昧，你会开悟，你要真正修心，真正那么看法。这是一个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能相信，他不怀疑。啊，每一天诵经就诵一部一种，像无量寿经，我每天诵就这部经，一生就这部经，绝不犯第二部经。这一门深入吗？你要是下定决心，我干十年，你看十年之后你是什么样子？你不是凡人了，肯定超过凡小。啊，可是你要不相信，你还要贪多，这个想学那个想学，你就把你自己毁掉了。你十年空过了。啊，十年学什么东西？学你学一些常识，浮浅的知见。啊，我们今天的话叫知识，没有智慧呀。你所学的是知识。知识里面有贪嗔痴慢疑在里头，障碍你的智慧，障碍你的福德。啊，自性里面的智慧、福德、相好，通通不能现前。啊，这就是佛在大乘教常常叹息的，可怜明者，真可怜呐、啊！路走错了，他果真要一门深入，十年成就不得了啊！
啊，十年能证果啊，小乘能证须陀洹啊，大乘能证初性二性，甚至到三性菩萨了啊，机会在面前，真叫做当面错过。啊，佛菩萨的话，谁肯相信？谁肯听？啊，这个地方清净心的标准说出来了，净土贪嗔痴慢疑，把我们的染污完全放下，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的样子就是成就于三明。如果这六种神通没有现前，就说明我们清净心没证得，你还是被染污。这是标准在这里啊。啊，这个东西害死人呢，害得我们生生世世过这么苦的日子，不是别人，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啊。故十方佛赞品曰，乃至能发一念净心，随愿皆生也。啊，一念净心。这一念呢，为什么一念净心就是一念真心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全用的是妄心的，啊，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真心的。记住，真心从来没有失去过，就是真心里头夹杂着贪嗔痴慢疑。把我们的真心的德用啊破坏了。啊，把这个夹杂的淘汰掉，我们真心的德用就现前了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不能不放下。啊，不放下，我这一生就不能往生，这一生就不能成就，还得继续搞轮回。搞轮回一定要记住，决定堕三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造了三途业。啊，杀盗淫就是三途业，有意无意杀害众生。啊，所以一念清净心就是你一念当中啊，里面贪嗔痴慢疑统统没有，
这叫一念清净心啊！啊，随缘皆生啊！你有求生净土的愿，有求清净阿弥陀佛的愿，你就必定能生。一如上之清净心，归向无量寿佛。故云：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！这八个字好啊！以清净心向无量寿。那真的祝福你，恭喜你，你功德圆满了。啊，清净心一定要记住，绝不夹杂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这叫清净心。如果夹杂贪嗔痴慢疑，这叫染污意。它不叫心，叫染污意。去掉染污，染污意就是清净心。它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常常勉励同学，我们真学佛要放下十六个字，要放下自私自利，要放下名闻利养，要放下五欲六尘。五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，要放下贪嗔痴慢啊！我讲的这十六个字，这十六个字放下了，是不是清净心现前了？没有，清净心现前你就成就了。我这个讲放下没彻底放下啊，放下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残余留在了你啊。但是只要你能肯放下，逐渐逐渐呢接近大门了，说我这个方法带大家到大门口啊，到佛的门口没进去，那进去呢？进去我带不进去，要靠自己努力啊。为什么呢？得用佛的标准啊。那此地的标准是净土引怒痴成就于三明，那恭喜你，你不但进去了，你登堂入室了啊！这个境界往生，不是同居土，也不是方便土，十宝庄严土啊！这个地位太高了啊！但是极乐世界很特殊，很稀有，我们没有能够进脱，我们只有一个脱，没有进啊。也就是说，把贪嗔痴慢疑把它降温啊，尽量把它减少啊，减少一分，
我们跟极乐世界就接近一分。啊，减少两分，我们就接近两分。我们用这个方法。啊，尽量把它减少。啊，这是一般人呢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所以这烦恼习气这个五种最严重的啊，贪嗔痴痴慢疑啊，一年比一年轻，然后能做到一个月比一个月轻，你往生极乐把握了，你可以一点都不怀疑了。啊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一定清清楚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你一定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。啊，为什么？你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。这个两句话可不得了啊。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啊，心里头只有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我慢慢全放下了，我都不要了啊，这样就能成就啊，就能够证得圆满。那这是心经在佛土经，这个心经就是清净心。那念佛的人应当把这个作为我们修行第一个目标。啊，不是念佛多少，是不是清净心现前了，这个最重要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